没有人一直年轻，却一直有年轻人。那些正在从不同地方四面八方加入到北漂行列的95后，他们的北漂生活会如何？长沙女孩程颖此时正在凭借着主播这个新兴职业走在上升的快速通道。尽管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吃青春饭，但程颖却希望在北京通过主播圆梦娱乐圈。从2019年底直播到现在，他有粉丝11万多了，每月带货也差不多能有十几万到小几十万的流水。95年的豆豆作为一名毕业生，和很多同龄人一样，试图通过考研留在北京这个城市，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但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考研了。他说25岁还年轻，还可以再任性最后一把。其实这两年复习最大的压力都不是复习考试这件事本身，最大的压力是觉得自己成年了还在啃老。大雄是一名新媒体小编，因为门槛低再加上疫情，他必须要在竞争激烈中找到自己的出路，最终事与愿违，甚至还因为盲盒这个用于减压的爱好欠了一笔巨款。他说现在只想把欠的钱还清，过个没有负担的年。吴磊是四个人当中唯一一个选择离开的年轻人，在北京生活五年之后感到厌倦，他打算永远的离开这个城市。而让他灰心的是让很多人都头疼的房子问题。老爸一句在外边累了就回来，离开北京也没什么可耻的，让他如履负重，决定返乡工作，过安逸的小城生活。